期要挑战的是国球乒乓球。这是来自复仇来的国乒天团王者再临。慢点，手段太好了，拿到这颗金牌你早晚吃。中国乒乓球是永远都不可能战胜的。压轴大战，谁能问鼎？中继准备是开了挂。本周日22点，来吧冠军第二季收官之战。